对，是第一次，挺新奇的吧？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网球的比赛，而且是这么隆重的一场比赛，然后很开心。之前都是在电视里面转播，所以这一次也能感受到现场大家的热情。有，会看，会看电视转播呀，包括奥运会都会看。可能给我第一印象就是比较经典的 Polo， 然后这一次，也去逛店看了他们很多其他的，方面的设计感，包括家居、西装，还有很多，一些做旧的款，都还挺吸引我的。我觉得都很重要吧，因为没有这种好胜心的话，对比赛就少了一点那种渴望。然后我觉得还是保持一定的这种竞争性，然后输赢也不是最重要的。